有语音当然是比较方便。路无所不在啊。这里是 Omiyage 的卖店，等下可以来逛一下。会不会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打烊了？路，奈良公园是各国人都会来的地方，台湾人尤其喜欢来喂鹿仙贝。哎，对。鹿在叫的声音啊！华严宗大本山东大寺，哇，这边鹿超多的。鹿的叫声很奇怪。哦，好多人哦，这里是巴士停车场。你听到鹿的声音吗？鹿的叫声有点像羊。哇，东大寺的这个山门好壮观啊。好，关闭录影，停止录影，停止录影。关闭录影，结束录影，停止录影。